被人拍到的人类无法解释的事件。一，这是国外监控视频拍下的一幕，仔细看视频中可以看到，一位女士正在打电话，忽然椅子在没有人推动下冲她转了过来，并且就在女士逃跑时，桌椅瞬间挡住了她的去路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你们知道吗？二，视频中的小孩正在独自玩耍，注意看床底下，突然伸出一只黑色的爪子，快速地将小孩拖入了床底。镜头放慢再来看一遍，让人毛骨悚然。你们看清了这是什么吗？三，这是近日一名爱好摄影的国外网友在荒野上拍到的一幕，请大家仔细看画面，视频中可以看到，在远处的天边伴随着龙卷风，出现了一个巨型的奇怪不明生物，它四肢着地，并不是我们目前已知的任何一种生物。那么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你们见过吗？四，这是国外网站最近评论很高的一段视频，视频中可以看到，一名女子正在弯腰收拾东西，突然她的脚被隐形的东西拉扯到地，女子用力挣脱后立即跑了出去。我们慢方再看一遍，这到底是人为的还是隐形的东西在报复，你说呢？五，这是国外一个小区监控拍到的，一个人形生物从镜头前走过，走路的样子非常奇怪，看起来很像一个外星人。龙卷风我们在视频也经常见，那么这种诡异的火龙卷风你有见过吗？